place for us, 'cause we are glorious。北京时间11月9号，一年一度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大秀如约而至。今年维密秀又回到了纽约大本营，八组表演嘉宾，60位模特，91套秀服，所有数量都是史上最多的。中国观众熟悉的模特刘雯、何穗、奚梦瑶以及法籍华裔陈瑜也一一亮相。这也是刘雯的第7次维密走秀，何穗的第8次维密走秀，奚梦瑶的第6次维密走秀。这个舞台上，三位都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。此外，今年维密秀也设置了特殊的致敬环节。阿德里亚纳利玛作为现役天使中最资深的模特，从1999年开始走秀，而今年也是他最后一年走秀，可以说是告别演出了。